了防疫，我们宅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。随着生活消费形态的改变，网购、美食外送，甚至连预购口罩都可以使用信用卡。我们邀请到拥有400多张信用卡的达人们来为你整理宅优惠懒人包，让你宅在家里也能轻松优惠赚饱饱。防疫期间不想出门，许多人选择打开手机，动动手指，热腾腾的美味餐点立刻送到家。达人们叫战美食外送信用卡活用技法。如果是美食外送的话，我非常推荐这张卡片，就是汇丰的现金回馈预习卡。如果你是新户的话，你在第二季你一样可以拿到这个10%的回馈，这是我最推的。我推荐大家的这个解任务顺序就是，你先把汇丰的先解完，然后再来就是国泰世华的享购钛金卡，结束之后呢，再来换这个我们华南的爱网购生活卡。如果都依序解的话，其实你应该就差不多都可以赚到最高的回馈。信用卡达人宝可梦不藏私，摊开所有外送选卡，汇丰现金回馈卡新户享有10%超高回馈，国泰享购钛金卡与华南爱网购卡通路广8%回馈无脑刷。除此之外，群力再传授几招，刷永丰大户卡与玉山 Uber 都有5%到8%不等的回馈。更推荐喜欢绑定行动支付的人，可以选择6.5%回馈的张颖买乐现金回馈卡。如果是特定通路的死忠，两位达人都强烈推荐玉山 Only 卡。等同共餐6次就能拿到200元折扣。除了美食外送，宅经济风潮也吹向网购市场。达人神卡秘籍大公开，网路血拼也能聪明刷卡享回馈。其实玉山 Uber 是不错的选择，它就是你只要是网路通路都可以有5%的现金回馈。再更无脑一点，也有联邦 LINE 点卡，你在国内的网购可以有4%，海外可以有5%的 LINE Point 回馈。也想要有回馈无上限的话，其实富邦这一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网购通路啊，都可以有5%的，不管你是要选择现金回馈或是 LINE Point 回馈，都是属于无上限的。点名玉山 Uber 华南爱网购卡5%到6%的现金回馈，而富邦 J 卡除了5%回馈，更支援日韩电商。至于特定通路的爱好者，也可以选择联邦赖点卡，国内4%，海外5%，点数赚饱饱。另外，勋力也推荐特定电商的忠实粉丝，富邦 Momo 卡、玉山拍钱包卡也都名列达人私藏清单。雅虎与虾皮也都能用联名卡赚到6%到10%不等的回馈。最后，防疫必备的口罩，达人们也有刷卡秘诀。本身已经持有这些户头的人，我非常建议你就是直接全额用账户转账支付，可以拿回来的是现金，通的现金回馈 CCB 卡，它也是给你全额的回馈，但它回馈是刷卡金啊，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用掉。但是你刚好有手上这些银行的卡片的，那你很适合拿来就是缴口罩的费用解任务，那你至少运费的部分也是有银行帮你买单。像是兆丰银行的 Mega Light， 它就是可以转账，你可以享有22块的回馈。如果你本身就有玉山 Uber 的话，它购买口罩一样是可以享有5%的回馈。或者是你可以像台新的 Richard GoGo 卡，它可以有3.5%的回馈。迅力分析，数位账户与买乐卡22元回馈金已经打趴许多信用卡。至于联邦赖点卡、兆丰一秒刷系列，则能帮你负担7元的运费，不无小补。达人专业解惑，信用卡该怎么刷，让小资族防疫不出门，优惠红利一样不漏接。